哎，欧阳，我之前呢有欠了一些卡债，还了很久还不完，你可以帮我看下有什么好啊？其实欠卡债并不可怕，也不要用18%来还，也不用怕还不完，只要你用对方法。Credit Card 他们有自己的 installment plan， 例如 balance transfer、cash on call、balance conversion 等等，把你的卡债利息从18%降低到4-8%一年。工期可以长达3-5年，让你更舒服地还完你的卡债，不需要贷款也能将你的卡债重组，更有效地处理你的卡债问题。我们 SBH 财务顾问能够帮你分析你的卡债问题，你的每个月负担，再根据你的预算提供适合你的一个卡债重组计划。卡债重组方案有很多，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自己一个完美方案。想要了解更多，请联系以下连接或WhatsApp我们。Thank you.